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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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哎，从今天开始。就是要进入僧团的封山禅修。至于说禅修，我修的不是南传的，也不是帕奥的。我从早期出家，出家以后呢，那时候只有一直想要出家。结果出家以后呢，读佛学院，我们院长修的他是高明寺的，高明寺来果禅师，所以扬州高明寺来果禅师的，那种修学法，也就是熏老和尚的，这个就是一贯的。是中国汉系的，那时候都几乎都是用的是，参话头，参话头。那参话头呢？我那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实际上说真的，就坐不住，妄念纷飞，还有一个是脚痛。那时候我们都一定要盘腿。都是几乎都中国的都是盘双盘，再不行就是单盘，很少散盘的。那个做的那个要求，跟现在有点不太一样，而且每一支香的香刺呢都有下来要跑香，所以很重视呢动跟静的一个叫交叉的，交叉的那个，练习。还有一个在中国禅堂里面呢，很重视的呢，就是呢，一定要放下自己，完全的以禅堂来修学。但是在禅堂有一个好处呢。一天可以吃午餐，不是过午不食的，他是吃午餐，甚至呢，要晚上要休息前呢，都还有一个大馒头吃，还有那，就是又有行堂呢，会普茶，普茶就是让大家喝茶，泡茶让大家喝，那个是中国式的，他很重视呢。就是坐跑香，坐跑香，而且完全的在禅堂里面活动，没有到外面去。那个是我早期参加的，那个汉系的。那后来呢，参加了，格英卡的或者是帕奥的禅法，他所根据的呢。那个格英卡的呢是还是受念处，那帕奥的呢是清净道论，清净道论的那个修法。不过那个它有一个基础都是相同，一个基础相同，就是一开始。关于那个开始呢，我那时候刚进入。出家以后，出家以后呢，就是开在禅堂，就是练那个，就是禅修。那时候我曾经问过我们院长说：“
那个，要禅修，刚开始，事实上那时候是不懂的。以我个人的因缘，也不是说有什么样的，家庭或者社会，或者是我的背景里面有很大的变动才来出家。我真的都不是。我只有一个状况是，我发现我很喜欢读书，我很想知道，纵使说禅修，我也要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用，要用那个呼吸开始，叫安那班那。那时候也曾经问过，那个我们院长，说为什么一定要从安那班那开始？哦，呼吸很重要啊。对，这个是一个答案。但是我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曾经问过他，说是啊，是很重要，很重要，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当作，要来处理这件事情？那时候他的回答是说，呼吸没有分，白人黑人啦，也没有分老的小少的啦，啊，也没有分男的女的啦，啊，大家都要呼吸的啦，这叫平等平等。哦，用一个平等的，大家都一定要用的，而且呢，呼吸都不能偷懒，而且都不厌不倦的。不厌不倦的。所以那时候在说，没有分，那个，所以那个时候他说汉那个佛教呢，实际上也没有分是汉传的、藏传的或者南传的，就是从呼吸下手。那个是叫每个人随时拿出来就可以用的。这个好像，后来我当然是读了经典以后就说，哦，呼吸在几间，呼吸在几间，佛陀问的，呼吸在几间。但是我最近今天呢，我想说，我们要禅修的开始，要怎么从哪里呢？我就说哦，其实那个 how long is now， 它就是一个公案。现在有多长？现在是多长？多长是现在？我想说呢，这个就是一个公案，直接用它来作为公案，而同时呢，也就是呢，我们可以把佛经都请出来，他要问什么呢？他的答案由谁来回答？是我有多长，还是你有多长？长在哪里？是时间吗？是距离吗？是什么呢？有我自己的出家，我出家以后呢，我只有一个感觉，因为那时候我跟我的家里的人，跟我哥哥跟我弟弟，我们都相互的期许，说，我的祖父50岁，我的爸爸50岁，
一直到呢我叔叔刚刚好也是50岁，他们就离开。所以我有曾经跟我哥跟弟弟相约，要养成好习惯。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不要喝酒，不要抽烟，不要什么，看能不能过这个50岁的关。那时候是跟他们这样讲的了。我大概是我哥哥现在还在，我弟也在啊，当然我现在还在，都已经50过了啦。所以那时候是一直只有想说，我是活菩萨保佑的。所以生命有多长，现在有多长，如果说悟数的一生已经，原来我们家族的那个叫做基因的那个叫共业呢已经过了，这叫活菩萨保佑的。保佑的。但是我还是要回过头来问说，题目是现在是多长？现在。现在寿命可以有多长？它是有过去、有未来，还有现在。所以再说现在有多长，一般讲现在多常常是在讲的是时间。但是如果要看到的呢，为什么现在说现在有多长是一个公案，是一个公案。再说现在有多长的时候，几乎可以发现它就是呢过去现在未来不断的流动的奔流的状况。所以说现在以叫做观呼吸，用呼吸来作为法门的入手处，其实是你看起来很平常，其实他在说的一个是什么，他就一直在流动了，一直在动，是呼吸在动，前一个后一个后一个前一个，不知道哪个前哪个后，哪个上哪个下，哪个比较重要。所以在这当中会发现，其实他要说现在，如果说可以有活多久，其实在呼一呼一吸间，一个现在当中，不如说呢，其实说所谓的禅修，它的根本要处理的问题是，一呼一吸一进，还一上一下，一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忙死了，而且都不累。在那当中，我要怎么安顿自己？
哪一个算是我们的生命？所以为什么说用叫做 How long is now？ Now 在哪里啊？从小的时候是现在，从昨天还在说现在，上一刻你还在说现在，坐在禅堂还在现在，可是当你在一呼一吸当中，你还是在现在。谁知道它有多长呢？那你要用功从哪里下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叫做呼吸很自然，而且呢，它就是一个也可以说是闭着眼睛，它也知道呼吸，打瞌睡还是可以呼吸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呼吸。那你要怎么叫做用功呢？这个就是呢，一个叫所谓的禅修，是一个自觉的工作，也是一个坐在这里。你说念佛好，持咒好，拜佛好，不如说呢，呼吸都在呼吸啊。你自己他来撞你的时候，你有感觉。他有多长，不再算多长。也不再算那个距离，也不再算时间，而是算你要觉知。觉知什么？其实就是从今天开始，大家开始练习。练习什么呢？如果佛法的禅修，还是从整个教义，教义呢，也是从禅修延伸出来的，从教入禅，还是从禅入教，都可以。佛陀的法义不都是这些吗？现在只是坐在这里，那开始坐下来。有时候如果提不起来，你就说无聊透了，然后赶快睡觉，补眠嘛好。如果补眠，那个也没有关系的，不要打呼打得太大声就好了，吵到别人不太好意思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还睡得早，也很好。那个就从这里开始，就从这里开始，只有一个。叫做现在是多长，我们不再量呼吸一进一出有多长，不是距离的长短，也不是时间的长短，而是呢，它就是叫做用功，它就是用功。那用功呢，既然要说这个叫用功，我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们院长说，那个用功可以处理什么？他说可以处理烦恼啊，可以了生死啊，可以成佛做主哦。那说哦，那很好啊，成佛做主要到哪一天呢？我这样数，那个叫观呼吸可以到哪一天？就是为了要成佛做主。有什么事情不能办的，我有时候会反思考，我问他说什么事情是不能办的，他那时候曾经说过，我念给大家听，他那时候是说衰老是自然的现象，我们并不能够超越衰老，同意吗？生病也是自然的现象，
我们并不能超越疾病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死亡也是自然的现象，我们并不能超越死亡。所以死亡呼吸现在呢也不自觉，什么时候会停止呢？就死亡。我们会或许会觉得寿命都可以拉长了，那不就是拉长了吗？再怎么长还是有自然的现象的死亡会来临。所以禅修要处理什么事呢？要处理什么事呢？这就是，也就是回到佛法的核心。佛法说的还是苦集灭道是谛，禅修还是苦集灭道是谛，一定回到它的根本的教法。既然回到根本教法，就已经不是汉传、南传、藏传哪一个传的问题，是共同的问题，共同要解决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说，什么事情是不能超越的，就是衰老。那如果说不要经过衰老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，早夭就不必经过衰老。没有疾病可以吗？那都是自然现象，自然的现象就是自然现象。所以这些呢都在说明，那时候我曾经问过的，就是说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。他解决问题是什么，就是呢禅修以后呢，就是说他说不然不禅修可不可以？我就念佛啊，当然可以啊，念佛啊，或者我持咒啊，或者是坐的难过可不可以一直用站的，站的也是一部分了，可不可以清醒的，当然是一部分了。所以禅在说明什么？在直接进入跟你有关的事，你关心它，而且呢你不能不关心它。那关于说那个有禅修呢看问题呢，事实上真的也是不太一样。所以有多长哦，我来讲一个，说那个衰老是不是一定要叫做要不要解决，或者是可不可以解决。所谓的衰老是自然现象，可是呢还是透过很多的人工，很多的叫做科技，人还是不服老。那这些不服老其实要说的是它还是自然的现象，要超越的就是要把时光留住，能够进入看能不能不要动，不要生昧，不要。所以那个禅修行，其实那时候我出家
出家以后呢，那个在禅堂，真正的要开始进入碰撞到自己内在世界的呢，只有一个，叫必须自己松下来，放松，而且呢，真的对自己有兴趣，而且充满了喜悦，充满了信心，是自觉的学习。因为佛教本来就是叫做觉嘛，佛陀就是觉，觉什么？就从自己开始。不是人家压过来的，也不是靠着什么来的啦。我说真的，从我自己觉得说，就自己愿意学这些，对自己感兴趣，而且呢，越做自己会越有信心，会告诉自己，哎，要做，做的蛮有，叫做酸甜苦辣通通来。我们那时候在打坐的时候，那个腿盘起来实在是够麻，又酸又麻。那院长都跟我们说，人家是用绳子绑的，啊，我们同学有的真的用绳子绑，啊，不知道怎么绑，啊，我是没有用绑，我是双盘，盘痛了以后就放一只下来，啊，如果再痛的时候就开始，哎，就换脚，所以呢，那两只脚几乎是，哎，翻上翻下，翻上翻下，到一段时间以后，它自然而然就好多了。而且发现呢，如果腿会痛呢，就每一次像都起来走，有走，那个血液循环会好一点。啊，越做呢就会越久，而且呢自己也会做，自然就停起来，因为自己进入以后呢，那个身体自然就停起来。你能看那个姿势跟那个某些东西，那个叫做姿态呢？他进去以后，他那个气也就贯通了啦。所以一定要松，一定要松。那时候呢，我想说，我这样怎么办？我这样要学到哪年哪月哪日呢？那时候呢，那个不好意思了，我们院长怎么说的哈？他就是说呢。哎，国民学校读六年，中学要读六年，大学再加个四年，十六年，也不见得出来就可以，哎，学问就奠下好的基础了。如果还要读个什么，酝酿个什么，那要多少年？那禅修，禅修要把方法掌握，要对自己感兴趣，要开始进去。不是一处可成，而且没有修终了的时候，没有终点站。用一生一世的去禅修，甚至生生世世都还要修，不要急着赶快，哎呦，赶快修哦，这一支香哦，赶快修好了啊，就可以怎么样？下一支再来，不是的，它就是跟你的生活完全的结合在一起，跟你的生命完全结合在一起。他没有第二件事，那意思是什么？就这样修呢，你会发现，会发现为什么会喜悦呢？你会有一些改变，
对事情的看法有一些改变。有些改变，所以禅修还是不能少，还是不能少。那至于说那个汉系的跟南传的跟藏系的禅修有什么样不一样吗？那汉传的呢，禅修呢强调是要明心，你让你的心你看清楚，你看清楚，看到自己的不耐烦，看到自己的一些习气，看到自己呢的急躁，看到自己对自己的不耐烦，其实更多的是什么？我终于要明我的心，就是要明心。所以什么叫明心？心是你的，你的跟我的不一样啊，不都叫这样写吗？所以大家呢，嘿，开始我们就这样开始修哈，啊，修是就是要做什么？叫明心。明心这一次你看到了，可是下一次香呢，可能你的心呢又有其他的想法了，没有关系，就让他这个样子，嘿，啊，如果呢每一支香坐了下来呢，一定要去精行。那个坐是禅，精行也是禅。那如果不想坐，你在某个角落呢，自己在那边站，站也是禅。吃饭也是禅，睡觉也是禅，你说哦，我都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，这也是禅，当然是禅了，睡得着更好，这些都是禅。那我们追求的是什么？就是明心，看清楚它，学着看清楚它，它在哪里？心在哪里？所以吃饭就要安心吃，哎，安心吃。那现在呢，还是用那叫大家都过不死，哎，过不死。那如果确实是需要，当然也可以申请，也可以申请。那尽量呢，这个时候大家都用功，不要讲话，那不要是因为你自己一直有话跟人家说，那会干扰别人的，还要听你说，最好是呢有什么需要，那就要找那个内护外护的法师，大家都愿意彼此成就，所以用功是相互成就的，相互成就。那尽可能的把时间完全给自己，这个时候不是叫客气，平常看到人不打招呼会不好意思，这个时候用功了呢，你就安心的给自己，安心的给自己，打坐就打坐，完全的叫做回到自己身上，对自己慈悲一点，对自己慈悲一点。因为平常呢，大家如果稍微有一点时间，你就会想尽办法去把那个时间塞进某些东西进去的，人就是这样子。那在这里呢，尽可能放松，把自己看能不能松下来，
松下来，安心的呢，去，去看自己的心在哪里，啊，心的状态，啊，心是什么？但不是要看心在想什么，还是回到呼吸而已。所以呼吸观安那般那呼吸是一种工具，修行要借这种工具，不要把工具当目的。要很清楚，所以那时候我们院长说的是修行，修行没有什么样的那个叫做北境，但是你必须要试那个路途在哪里，而且方向是明确的，方向是明确的啊，知道方法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你们在开始练习自己的那个观呼吸，一进一出，一进一出，不是要练习呼吸哦，也不是在练习呼吸，你本来就会呼吸啊。不要做了禅堂以后呢，好像给他加一点什么东西，吸的就是累死的，就会很累，而且会很快就疲累下来，甚至胸口都会痛。不是的，就自然呼吸。就是只是自然的呼吸，那放松的呼吸，而且呢，自己可以检查得到，可以检查得到，所以，回到你身上，对自己好一点，那也对自己呢，就说用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，对自己的这样的一进一出的这样的流动，当然它是不住了，没有安住下来，没有安住下来，而且不可能安住下来。大家先讲好，这是自然的状态。这是自然的，你也不必怀疑的，谁都一样的。谁都没有例外，只是把它当作工具。工具就是工具，所以你放松的去，再呼吸，一呼一吸，一呼一吸，只有这样。所以那个大家从今天开始呢，那这样的叫呼吸，让自己松下来、放松，而且呢，可以。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？一定要回到现在，一定回到当下。因为呼吸不是昨天的，不是前天的，不是上一刻的、下一刻的，都不是，它是回到当下，就当下。所以佛法的核心，佛法的所有的法门的核心，叫做觉知不住，回到当下，又是不住。当我在讲这些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在想说，那时候在访问我，当年怎么出家啊，怎么修行历程啊，然后什么呢，酸甜苦辣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个都是过眼云烟，那个都是不住，这样一路走过来都没有一时一刻住下来，
佛法在讲的就是不住，不住。每一个呼吸都不住，每一餐也都不住，每一个脚步也都不住，每一步每一个步伐也都不住。但是知道不住，叫觉知不住，要的是什么？回到当下才叫做用功。所以要掌握只有这八个字：觉知、不住、回到当下。千经万论，不管是阿含的，不管是菩萨道的，不管是哪一个传的，都在说这些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有时候我自己在看经，我前些时候就是讲那个六祖坛经嘛，那六祖坛经呢，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后来他就他就那个就是五祖给他那个叫做验证说他已经已经开悟了，没有说他证什么果，只是说他开悟，这叫明心。后来呢，他就说那他要离开，离开他们那个道场，他就送他呢到那个九江的江边要坐船。他坐船的时候呢，他就说要帮他，那个五祖要帮他摇桨，那个六祖就说，是应该我自己来摇，修行是我的，觉悟是我的，是我自己来的。这叫自觉。我看这一段经文了，实际上说我们佛教跟人家讲还是不太一样。我真各位讲坦白，我有看那个叫龙应台，他从国外留学回来，他要到哪个学校去应征，他提个大皮箱，他爸爸呢就开着车子送他呢坐到学校门口。到了门口的时候呢，爸爸就说帮他把门打开，行李拿下来。他爸爸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女儿，很对不起，爸爸没有钱好好栽培你，用这么一个破烂的车子送你。当然是看到这一段，我自己也就想说，哦，世间的慈爱跟叫做父母亲要说的语言，那个真的是也是蛮感动的，那个情的感动，我真的是蛮感动的。他爸爸就帮他把行李拿下来，到学校门口说，我送你到这里，爸爸没有好好栽培你，他已经从国外拿博士回来，没有好好栽培你，用一个破烂的车子呢送你到这里。那个车子是什么？就是那个他爸爸工作的那个小卡车了。
他爸爸帮他开到那边，他就讲这些话，是无限无限的慈爱，这样无限无限的那个叫做世间，真的那种情。但是五祖跟六祖在一起的时候呢，那个他们彼此在处理的那一份情，他还是送他到江边，不是没有。但是还有更核心的修法的传承跟承担了佛教的那个传灯的东西，其实比什么都重要。那以那个情，那两个人在对话，其实两个人对话都跟那个有点不太一样。他说我是自觉来的，他去读博士不也是要自觉来的吗？但是世间的情跟佛门的情，实际上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要给自己，要告诉自己这种自觉跟回到自己身上，已经不是只有世间的学问，而且要用什么方法可以到十几二十年甚至用一辈子去告诉自己。所以明心的这一条路是我一定要追，一直追下去的。不是三天两头，也不是马上一处可成，一坐下去马上要成佛，大概不太可能吧。所以我当我看那个龙应台的那一段，我自己也是很感动，还想说呢，我当年出家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他们不答应，但是我无论如何都要偷跑，跑来出家。后来那时候就是不断跟他们沟通，最后我自己就想说出家是我的事，为什么我一直要他们要说一句说可以，你可以去出家，不是他答应我可以去出家，是我有我要想追寻的东西，我自己就这样走下去的。那个已经不是吃好睡好什么好，好也不错啦，其实也不错啦。所以我想说呢，自己要很清楚的是，我还有更重要的那个一生一世生生世世都要一直走下去的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我想说呢，那个叫做修行，修行是什么？要识路途，要知道路途，不是呢，要另外有另外一条路，而是这个是我要的，要跟自己讲，这个是我要的。但是呢，入手方法当然是有点点不太一样了，有点不太一样。那个，汉传的是以明心为主。那南传的呢，是好像要以涅槃要正果，这个就是都是回到佛法的核心，还是呢是圣地，叫苦根集，苦根集。所以那个无助，大家无助呢，你自己可以体验，可以体验到你的那个不是没有帮助的助，是没有安住的助。
没有安住得住。所以这些呢，我自己常常就会想说，那个禅修呢，不是要赶快，赶快什么，但是要专注，不赶快什么，但是是要专注。那要专注呢，真正的专注是要松的，不是要自己啊，用功用到啊满身大汗的，或者是精疲力尽的，那不能持久，那不能持久。所以要找到方法，从自己身上去找到方法，而且把自己的身心看清楚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，也是很好的那个印证跟验证啊，不然佛法在讲的是。是那个身体是四大所成啊，然后呢，是无常苦空啊，这些在放在哪里呢？不就是在这里吗？但是不要太复杂，就从我自己的呼吸一进一出，一进一出是无助的，就从这里开始。所以呢，可以用一句很简单 ，How long is now？ 不是要讲一大篇一大篇，但是呢，有多长？现在有多长？这个是就直接把它当作一个。公案来参，那公案是什么？你自己去解答。但是解答不是用语言的，你要用你找到佛法的，你的体验，才真正的印证。那是印证，那也是检核，那也是你所追寻的，那不会在跟你无关的世界，绝对在自己身上。所以我想说呢，就这样开始，那大家呢也发愿呢，还是你们修法还要专注修法以后呢，可能也有一些叫做。要分享的或者什么样啊？所以你们，你们写你们自己的慈心观，自己写，看你要发什么心慈心。那个是自己的事，不是我在念一个叫标准答案，大家一起来，还一起念一遍。我想不是这样的。因为每一次只要出家也写化愿轮，要受戒也写化愿轮，要什么也写化愿轮。如果化愿轮不变成你自己想要的，好像在发发什么？要发给院长看的，我才不要看呢。你们自己 要变成你自己的叫慈心观。你修法以后，你最想做什么？我几乎每天晚上要，我都还是要施食，我自己就把我的发愿文念一遍，同时我最后一定没有忘记说，我愿如是佛自知，必定当来得成就。我跟佛陀就是这么说，他也是这么做。那是什么？有时候是个人的秘密，有时候是个人秘密，所以你们自己要写你们这化愿文啊，让自己所修的修法呢，一点一滴、一沙一尘都能够回向，都能够回向。回向的意思是什么？叫分享，你所要分享的，修道就从这里开始。承担也从这里开始，
明心也从这里开始，你要，哎，你不就是在这样培植这样的福德因缘吗？你不就是在累积你的这些东西吗？在哪里累积？不就这样吗？还有另外一个吗？还有另外一个吗？所以修法真的要自觉，而且觉悟到自己确实是需要的啦。我想要做什么，我一定要做什么。我不如说我先把让自己松一下嘛，啊，那个是什么，就储备这样的资粮因缘。那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说，衰老疾病或者死亡多是自然现象，不能超越，这是宣告，这个是天经地义。你可以做你可以做的，不是不好意思的。衰老疾病跟死亡是自然的现象，这就是宣告，我们并不能够超越。不需要弄到那边去，但是呢，你有你就是在一呼一吸之间，在一呼一吸间这个不住，但是呢，你要回到现在。回到现在，嗨，一定要回到现在。所以，哎，明心呢是一个叫哎那个汉传大圣经典呢所修的呢，就从这里开始，要明心。但不是要你去分析哦，我现在心里想什么啊？我现在呢啊，心里在做什么？都不是，你还是回到只有呼吸，只有呼吸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哦。好，那大家先回向好了。那回向以后呢，你们继续做啊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。普及一切，我等众生，皆共成佛道，